Hello，大家好。股友就问这只 Solarvest，他就问可以追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图。首先呢，它还是没有能力突破这个新高，也就是52周新高，没有能力突破。这边有筹码峰，底部有更大的筹码峰在顶住它。如果它有能力突破这个52周新高的话呢，就是等于说突破整个筹码峰，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追的。没有突破就不要随便去追，这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谢谢大家。